好，我是蜜蕾。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位于奈通海滩附近的一个高档别墅社区。这个社区呢是从2010年开始建造，到现在呢是共有15套海景别墅。这个社区呢，它的产权呢是受保护的租赁产权。这种产权呢，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这个别墅呢，它的15套别墅全都是拥有无敌海景的别墅。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其中一套是拥有6个套卧的2层别墅。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去别墅的内部来看一看。前面右边那里啊，那个地方是车库入门，这边呢是步行入门。我们从这个门进入，进来以后，这是一个2层结构的别墅。我们这样，哎，这边前面这条路就是从车库进来的一个通路。这边进来以后，我们需要下一个楼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玻璃门进去的是厨房的位置，我们往这边走。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正式的入户大门，这是一个雕花的实木木门。我们进来以后发现呀，进门会有一个这种镂空的屏风，这个屏风呢，这种木纹格呢，有点像我们中式风格。咱们先往右看，右边呢是一个主卧，咱们再转过来，这边进来呢就是客厅。这个客厅呢，一是有超级高的这种挑高顶，高度现在目测呢，最高速能够达到8米高。然后呢，是一个开放式的客餐厅，横厅的一个布局。第二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前面啊，全无遮挡的这种全景海景景观。我在这个角度给大家展示整个这个客厅呢，看这种实木镂空屏风下一个隔断。这边呢是沙发，这面墙上有3个这种啊古色古香的这种柜子装饰，整面横厅这一面全部都是落地玻璃窗，能看到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海。这边是开放式的这个餐厅，6人餐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门进来呢就是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厨房，这个厨房是刚刚全新做过。整个一个 L 型的一个全新厨房，这里咱们出来呢，这个是这个房子最大最大也是最漂亮的地方，因为这个位置非常的好，海拔高度也足够，所以呢能通过前面这个无边泳池啊，跟前面的大海相连接，海天一色的这种美景。那你看这种180度无遮挡的这种无敌的海景景观，咱们再往这边呢，你看这个房子设计的啊，通过这几个涉水的小厅步走过来，这里还有一个超大的观景平台。看从这个平台观景平台上往前看大海，今天在下雨，晴天的时候海水的颜色啊，渐变色非常美。在右前方的这里啊是山景，有山有海，景观非常的好。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别墅里做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半开放式的这个空间，属于户外空间，但是有这种顶，所以这里呢可以作为一个户外的
用餐区、休闲区都非常好。那后背后呢，两个门呢，分别是两个，洗手间。好，我们再回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卧室，这所房子的卧室，景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咱们又回到这个客厅空间的问，回到刚才一进门的入户大门这个地方，往前走，往右拐，这里啊就是来到了这个主卧。你看这里主卧的这个玄关呀，也是放了一个这种啊风格的一个柜子。那右手边呢是它的步入式巨大的衣帽间。这边，左手边这边呢就是这个主卧了。进来主卧还是最吸引我们的是正前方大床，正面对的无敌海景，真的是海和天空连在一起。这边呢就是一个楼梯，一会儿给大家展示。先呢，从这个落地玻璃窗呢就能来到户外的湖边泳池，景观真的是太美了。卫生间，主卧的卫生间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卫生间的尺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双台盆，独立的浴缸，然后这里啊还有一个这个淋浴间。淋浴间这里你看设计的非常好，淋浴间这里还有一个门，门啊拉开以后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从这里走过来又是一个和泳池连接，又是一个观景的地方。所以这个房子的处处把最美的海景引入到室内来。咱们继续回到这个卫生间，回到主卧室。刚才说了这有个楼梯，这个楼梯呢是下到下面这一层，下面这一层呢分布的主要都是套卧卧室。下面啊一共有五个超级大的套卧，我们下来看一看。它的每一层的层高呢都特别的高，好，咱们现在呢是下来到了这个下面这一层，我给大家大体展示一下下面这一层，是不是长长的走廊并排分布了有五间套卧？那么咱往右转，这又从第一间开始来给大家展示。那这一间呢套卧呀，面积非常的大，赶上主卧的面积要这么大。然后呢，前面也是，这个空间因为足够的大，还放了这种休闲的沙发。也是这种落地玻璃窗，有一个宽大的这种露台。我们来看，从这一层往前看，海景依然非常非常的美。好，咱们回到这个卧室，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下面这一层的第一间卧室了。这间卧室的卫生间呢，在门口这个地方，是它的卫生间。好，咱继续往前走。下面这层的第二间套卧，进门一柜，哇，它每一间套卧看，每一间套卧都把最美的景观展示出来，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阳台。这个套卧的卫生间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卫生间还是非常的宽敞的。一般就不进去了。下面这一层的两个看完了，咱们再看看其他的，继续往这边走。它这个层高呀非常的高，咱们进来这一个呢布局呢就有点相似了，是吗？跟刚才一个相似了。就记住每一个都有观景露台，可以看到海景的露台，我们就不看细节了，继续往前走。三个了，四个啊，又是一样的啊，一样非常美的观景露台套卧。那么最后一个，这个呢要上来三级台阶，这个就大了。哦，发现了，两头都是巨大的，
中间有三个一样大的，那么巨大的这一个我们再来走出来看一下。每一间卧室都有观景露台，我们回来。那啊，这一间卧室的这里卫生间都有，我看这个地方哦，这里又有一个可以上去的楼梯，我们从这上吧。好哦，这个楼梯上来就是我前面给大家展示过的这个无边泳池以及超美的观景露台。咱们回到这儿，让大家看的这些无边的大海以及这种非常美的山海景观，就结束了我对这套房子的一个展示。房子我们看完了，现在呢我带大家来啊看一下这所别墅所在的小区环境。通过视频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漂亮的小区。小区里啊到处是这种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这个小区呢共有15套海景别墅。我们今天看的这套别墅呢，我说一下它的亮点，它无敌的海景真的是非常的稀缺。它的这个海景的景观啊，甚至比卡马拉百万富豪路上的豪宅还要好。这所房子，但是它同时也有一个小的遗憾，设计上的，就是它的楼梯啊，必须要从主卧室才能下去，这一个设计有点不合理。所以呢，买下这个房子的伙伴可以在这个地方稍作改进。这个房子的售价呢是9200万泰铢，拥有6个超大的卧室。喜欢这个房子的伙伴们可以来找我们谈一下价格，估计有一点点下降的空间。那么今天呢，这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见。